第一次来到饭店，然后不是开箱房间，是开箱人家的家。不是每间饭店都会接常住的客人，没，的确是这样。那如果接常住的话，也是要看跟饭店的交情。等一下，这什么啦？这是姨婆阿头北的钱袋，没有的钱，哎呀，这是什么现金吗？哎，你这一包有多少？你大概500多万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完美研究室》，我是林莎。今天呢，又是大家最爱的单元了，名人家开箱。先按一个电铃好了。哎，我第一次来到饭店，然后不是开箱房间，是开箱人家的家，太酷了吧！嗨，你好， Hello， 是我的法比安姨婆啦。哇，哎，这很不像饭店哎！你说这里是饭店，其实我有点不相信，因为要不是刚刚从那个走廊走进来，你叫我这样进来，我会觉得哎，怎么可能？饭店会有这么大电视吗？你这电视几寸的？哦，那电视86寸，是我自己的。对，我们把它换掉，因为如果你会常住在饭店的话，有一些东西你在搬进来之前，你可以先跟饭店谈好，环绕音响啊、电视啊，还有这些画啊，还有这些办公设备的一些东西。这整个画全部都是你自己额外再装上去的。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也是。对啊对啊对啊。这很夸张哎！你有在用吗？还是它只是摆饰？有有有有，它跟我们飞过很多次了，而且我员工也会用啊。就是员工嘛，可以，很夸张哎，因为又有自己家的氛围，然后有自己的摆设，而且那花也都是你自己的。饭店会安排。饭店会安排一些花给你，是因为你就依照你的喜好。不是每间饭店都会接常住的客人，的确是这样。那如果接常住的话，也是要看跟饭店的交情，他会不会帮你安排。了解，哎，我很想要好好参观哎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。基础。那因为这边基本上是我的管家柜，它虽然跟外面相通，可是基本上有些品牌的衣服啊，或者是设计师在换季的时候会把衣服挂到这里面来，就很像 VIP， 人家是端到 VIP 厅，然后你是直接端到你的饭店房间。我现在连去小房间时间。都没有，太忙了，太忙。因为你很常飞，所以这一些也都是平常飞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些都是我出差的时候比较轻便的时候用的行李箱。很多人我知道是摆来收藏，但是我真的会拿来用。看起来没有用过，而且这是你的名字吗？对对对对，因为他定期他们都会收去保养，然后会放名字，是因为几年前我们出差的时候，我们员工的同事大家行李箱都一样的款式，对。然后我到柜台一打开，里面是别人东西，胸罩。他随身行李有钢圈被检测出来，我想说这不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尴尬。然后在那之后，我们就想说我要订那个自己的行李吊牌。然后 LV 知道我们要订行李吊牌之后，他就说没有，我可以帮你整个很明显是你的，就不用看牌子了。然后是。你如果买大量的话，也许可以谈一下。对，只是说，因为这种东西就像你在精品界里面，他们利润比较低的部分的东西，所以他要愿意帮你做才能做。对，这不是价格的问题而已。超级美，独一无二，而且这个画，这是那个我们今年全世界最夯，大家想买都买不到的草间弥生嘛。对，草间弥生跟 LV 的 crossover 整个合作。超美。你这边哦，对啊，因为是家嘛。准备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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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我自己的。这是你自己的饮料，平常的饮料。平常的。对啊，因为你知道做杂志压力很大，然后尤其是跟航空业杂志相关，就是你每天都要准时交，所以压力大的时候，你看就是看今天压力到什么程度啊，就是 Johnny Walker 啊这些，像这是1.75公升的，很大一支哎。对啊，就是巨型，我喜欢大的。哦，你喜欢大的，是指酒还是什么东西都喜欢大的？这香水区也是，就出门的时候有没有？出门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我换完衣服，然后呢就喷完香水，然后拿完手机、钥匙、钱包就出门。哎，但你平常是怎么选？你今天要喷什么香水？因为很多哎，因为这个也是香水，对，这也是香水，这是那个香奈儿的那个高定款。阿尚心态，你真的是姨婆哎！对，就是阿尚心态，到什么都要买最大的，就是钱不是问题。怕买不到，那你皮肤那么好，你一定有喜欢用的粉底嘛？那你会怕买不到啊？我不会啊，我就是用完了才买啊。你看，这就像喝的一样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没有喷头哎。因为它是要套到一个那个随身瓶里面。哦哦哦，它是补充的。它旁边有那个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5公升的，只是我放在仓库，这边真的没地方放。5公升的，5公升的水没有。可是我基本上一个月不会出去两次，我都大部分时间都在就在这里动，房间里不会离开房间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很方便啊，我连健身教练啊。就是都 Q 来这边 SPA， 对，然后还剪头发，都在家里做，都请人家上门，我都没办法出门。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哎，这一区就是你平常的办公区，对，哇，这很美，
很扯哎、欸，是很美。我觉得你在那里会非常的开心，嗯、因为后面整个就是心旷神怡。不是搬到这边来是因为都更来嘛？那很多人觉得说，那住饭店是不是比买房子来的不划算？的确，我如果住饭店几年的话，是可以买2到3间房子。对，可是真的。以工作跟方便来讲，还是饭店最方便。基本上要看这么漂亮的山景，我觉得没有办法。又离市区不远，然后交通方便的，真的就只有这边的。我觉得光是这一幕，就是平常因为只有打游戏的人会出现这种圆弧形的一幕，然后你的手机。你手机为什么2、4、5台、嗯？你请问，我们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时区，我们不同的分公司，他们会用不同的电话找我。了解，我才知道说是哪一个 airline 或是哪一个我们当地的客户有状况，就是最后 final 我还是要看一下。了解。24小时对啊，因为不同时区哎、而且你知道，就是像我们是做那个航空公司杂志的嘛，那对，基本上航空公司的一些很多的东西，我们也都有跟他一些合作。你有在办公吗？有啦，我们只是在挑下一期的一些 model，所以我们在看这一些东西的时候，都已经用很客观、很佛系的角度去看。对，确定？就是、这个是 CG 上才有的，这辈子你当不了空姐，你可以买一个回家体验一下。好，我买，我买不起啦。你可以推这个给你老公或男朋友说什么？哎 ，coffee or tea？ 就是，而且这很方便、啊。哎、欸，里面是放自己的办公的东西、欸。对，这以前是我的酒柜，这个是买得到的、哦。这买得到，这买得到、哦，真的、哦。有时候会有一些合作。这个。LV 的很美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笔记本，从来没写过。那请问要买这个做什么？光明灯啊，完全没写过、欸。每年要去换内页，然后再就是开会的道具嘛，就是还是要让人家觉得就是我有点文化气息、哦，还是要把笔拿出来。而且你看这个笔很美，这个笔哦拿出来，但完全不写。这笔是还有没有水都不是很确定。你的那个哦是不是很美，你的这个护照夹也是。嗯、对，我护照夹跟钱包也是，因为也是怕拿错。而且你知道这个真的很方便，你知道吗？就全公司员工旅游的时候，就是20几本，要交过去，大家的颜色跟那个字都很明显，就是发缓的时候，你不用在那边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就是你平常睡觉的地方，对，超级哎，来到闺房，超级干净。你是平常就喜欢干净的人，因为很容易过敏，所以一定每天都一定要吸药蛋这样子。啊、这你刚刚说的那个，对，草间弥生的南瓜，然后来到蓝色的系列，那等一下稍后就会接进去，就是跨过这卧室之后啊，要到浴室就变成都是蓝色的这样子。对啊，超级美，而且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。对，这我通常拿来溃咖，最近很常溃咖。对啊，它就只适合溃。而且这里除了有爱马仕的抱枕之外，我刚刚其实一进来是先看到这个，我在想说这是什么牌子、啊？为什么可以跟爱马仕还有 LV 一起放？其实是国泰航空的一个抱枕。那其实它很棒的是它很环保，因为空服人员制服不是都会拆换掉吗？对，你有看出来？有看出来。它制服淘汰掉之后，基本上只能丢掉、哦。那他们就把它剪下来，把它做成一个抱枕，有不同的形状，还有泰迪熊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超可爱的。对，而且制作的那个单位是一个那个慈善机构、就他们这些收入都会捐给那些流浪，就是没有饭的人。没有饭吃的，哎、欸，很有意义耶。对啊，而且其实很美，就摆在这边。对，你这个很酷哎、因为也是你名字。它是 LED， 然后是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 seasonal。然后我请的那个画师是专门在意大利、跟葡萄牙还有西班牙修复教堂里面的壁画的一个画师、所以我就是交给他自由发挥。而且你这里的里面连卧房的电视也是超大。我晚上的时候就会躺在床上用这台电视看那个今天的报告。A4 放这么大，其实你还看得到字啊？对啊，没有平常都是开会用那个萤幕拉下来，然后你就直接用电视然后再看。那你平常就是也没有追剧，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看一些。我每个月要看大概200部的电影，航空选片或什么的。对，除了选片，你还要写它的一些介绍，然后还帮他排排行，然后要挑片给每个 regional 这样子。所以你都可以比别人更早一步。对啊，早大概半年到9个月。那最近有什么好看的？看我们的杂志就知道了。我不能够。为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干净？为什么？就会请他们帮我整理好这样一包一包。啊，我如果今天突然接到通知，下午去香港开会，我就拉那个行李箱打开，然后推进去就走了。而且我这个人很 loyalty， 就是我喜欢什么就一直用。看得出来。像你看我的品牌，我不会杂牌大军。你好像很害怕不够用，你备品超多。就是真的东西会不够用啊？你喜欢的味道如果没了怎么办？会。最近我的粉底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切身之痛啊！就那个牌子，我写了好多信给他。了解。我说就是我投资你都可以再开一个 Prada line， 拜托要那个颜色回来。我的刚刚本来想说我自己偷看的，结果要直接给大家看。我要看、是真的是这个牌子，就这个。哦，我知道啊。很便宜。对啊，因为它真的很贴。因为他们家彩妆也很好用。是，而且很显色。
色。那我身后的这里咧，在饭店啊，几乎不会看到双开门的大浴室。对啊，它是这样子，它浴室非常大，里面可以躺六个人。来咯，啊，你看，哇，哎，你连浴室都有。哇，你这个根本是边泡澡边欣赏。哎、啊欸，这个是哪边？这个是柬埔寨的画师，因为柬埔寨那边呢、啊，其实它感觉像是一个不同的世界，他们作画的方式不太一样，他们油画的造诣啊，神神秘秘，我比较喜欢。可是你想象一下，小心哦。如果你躺进来的时候啊，有没有？然后边看，而且万一的浴缸特别大，对。然后躺在这边的时候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就是看着这个。柬埔寨神庙的那个水池，然后孔雀在那边走哦，而且他这个画师很棒，就是为了万一特别做这个尺寸的画。你其实也是有朴实的一面哎、欸，有些也是厂商送来要测试要用的啦，所以你会真的亲自测试在自己身上？会啊，一定会。如果我们要写、哦、要让它上封面的话，一定要用过。那我们这种专业的杂志，它还是有一个公信力在，就不能够只是收钱就弄。对，而且我们大多数时候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真的好用或者是昂季节。嗯，好了吧，没了吧？还有，还有，看最后一趴，我们这边看一下。对，不过这是我每这个礼拜要穿的衣服才会在这。哦，你刚刚有说，对，有时候会在仓库，有时候会在品牌那边。你在家也会打扮，还是要？你会开视讯会议？有时候记者采访的时候是会视讯采访。那如果我真的可以抽出时间用面访，或者是就是用视讯，所以还是每天要打扮，还是要打扮一下，不然拍起来真的很。这是很大曲，我最喜欢黄黑色。对不对？这浴袍是可以外穿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它最棒的在这里哦，哎，真的耶，法比安利。对，那穿上去很像拳击手。哇塞，这就拳击手啊！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不过，所以穿上去更会虎背熊腰。不过很好看。对，很好看啊！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一般人去订没办法做出来，因为它好像一般人订的话字数限制。然后像这些就是西装嘛，然后要那 LV 的西装。有没有特别有故事的可以介绍？有鬼故事你要听吗？鬼故事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有一次去香港，然后跟一个姓杨的客户开会。我差点把名字讲错，然后就是要跟他开会，然后要签约了。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就经过迪奥门口，看到迪奥里面有个桌椅，然后我们就进去说：“那个这边可以借我们签一下文件吗？”然后就顺便买个外套。然后我那时候本来想说，我不是真的很想买，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这个肩膀刚好，但是我这边扣不起来，怎么办？然后就没想到香港迪奥服务真的太好，要出大学，他说：“你先，我们15分钟可以帮你改好。”不得不买，不得不买，卡人掏出来。然后就是为了要签个约，然后花了快20万买这件外套。天哪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其实它版型是好看的，可是这个颜色对我来讲实在太素颜。哦，中规中矩。对，可是我可能要再过10年才适合穿这个颜色。合约最后有。合约。合约有签成，但是杨先生没有付钱。好。对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教训。但下面这个是哦，就是其他 underwear 这边。我是说这个。哦哦哦，这个保险箱，就珠宝都放在这里面。就是像有时候我们很常出国。什么？这等一下，这什么啦？这是姨婆阿头北的钱袋，没有啦。钱？对啊，就是。这是什么现金吗？因为我出国回来，我的行李啊，员工都会帮我整理。那外币啊，他们就会把它收起来放进保险箱，然后就越收越多，是不是？还是要你这太厚了哦，你这不是小费的等级。对，这就是泰铢。泰铢哦，这泰铢。这就是泰铢啊。那你看这边有多少，就知道我最近有多少。你这一包有多少？你大概500多万，因为台币。哎，对，再说台币500多万，因为他们有记录。可是我刚刚发现你开这个保险柜，你根本没有输入密码哎。因为我会忘记。你没有用密码在锁这500万，不会，而且你旁边还有一个东西。对，这一个。这个是半岛酒店跟劳斯莱斯合作的一个珠宝盒哦，珠宝盒，你上面这个烤漆是劳斯莱斯的哦，然后里面是我通常会就是 daily jewelry，而且你看就是阿尚一定要学这一招啊，就是一定要用假链带，因为它才不会刮伤，不要再看那些品牌给你的那个绒布袋了，它台湾很潮湿。这是本来就是这样，还是你自己去？没有，是设计师做的哦，就是你裸钻给他。对，有时候我会买一些螺丝，然后特别挑好那个克拉数再去凑，因为你要一样的进度，一样的大小，你也要写时间。哇，等一下，这边是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在去之前，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大概要什么，品牌也会觉得哪些东西适合我，他就会全部先拿出来。然后到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直接结账结掉，有时候还没去就先结掉。你想我想看啊，开盲盒吗？对啊，你想看？好，那我挑几个哦。我要从哪一个开始？都可以啊，看你。好，从这个好了。嗯，我应该可能有看过。打开看看。好，我大概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所有女生的最爱，这是买不到的，这是 LV 在去年生日的时候送的。哦，好可爱。湖水蓝的小费包，你别看看很搭你件衣服真的，
搭，是不是？欸、很可爱耶！我们用一个手机放了下，超 Q 的。而且它这边用的五金零件都是跟那个冰箱是一样的，就这样打开弹开、嗯嗯。这可以放口红啊，然后可以放一些钥匙啊，啊然后补妆的啊，什么小小的我的车钥匙都放不下。我们再看看还有些什么？你想开哪一个？好啊，可以，那就这个。这好像是圣诞节的时候的礼物，运气很好哎、欸，开这几个都是买不到的。真的，应该是所有都是吧？你这边没有，应该有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哦。其实我真的不神秘、哦，我真的不神秘。哦，这个、哦、啊，这个是那个设计师，那个设计师那个系列、哦，而且你看这个指针，它上面的那个海鸥会动 哦。然后这个也很厉害，你看这个上面有一只 BB， 好美哦，很可爱哦。再来这个好了，这个吗？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那时候拿到的时候，我本来应该要在家里的门上贴春联啊，春联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是哪一年的？这个、虎年的、啊，虎年的。你看，一般那个 LV 的客人啊，通常如果你是 VIP 的话，你会收到这个红包袋，红包袋，但不会收到贵州哎。哦，因为这里是春联啦，对，还有春联、这个，行李吊牌，行李吊牌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卡片，然后这是今年的兔年的红包袋。哦，兔年的红包袋是不是很可爱耶？我跟你讲，我属牛虎，我鼠年牛年我就没留。因为兔子不是一个凶猛的动物、哦、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吉祥的我才会留下来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它里面这整个打开，哇，它这样的包装真的是蛮不错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一对兔子，超 Q 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祥兔献瑞，是这样讲吗？我的怎么办？祥狮、祥兔也可以，总秘书说可以就可以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中文都不好，对不对？就摆着。我觉得完美研究室的观众一定很喜欢，那就送给你们。你就说送给观众吗？可以，真的假的？哎、嗯欸，大家，这个是平常买不到的、哦，买不到，花钱都买不到、哦。对，花钱都买不到的、哦。你花钱看人家脸色还买不到、嗯。我跟大家说要怎么获得、嗯？如果呢，你想要获得这个精品，而且限量还买不到的红包袋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到女人我最大的 YT， 然后还有 FB， 就留言今天喜欢法比安的哪一项东西，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哦。哎、欸，这一组 Prada 是什么东西？麻将。你知道前阵子很流行名牌做麻将，那我那时候想说。好歹这个男人要选一个 fashion 一点的，就是比较 man 一点的牌子。然后结果你知道，他就每次害我赔很多钱。是全黑的。全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打出去说九锁，结果相公放枪，因为那个太黑了。然后他背后啊，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小的 Prada？ 对，好美哦，是不是还不错？真的，这很漂亮哎。然后我刚不是有提到说我有一个就是很环保的那个抱枕那个系列吗？对。然后这个就是航空公司的。航空公司麻将哦。它是用竹子，然后一些再造的材质去做的，这个好漂亮。你知道这航空公司它的 logo 啊？对，是一只鸟，所以它的一鸟就是它的 logo， 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背后就是它的 logo。对啊，我很喜欢收集麻将。那你接下来想看什么？我觉得我想看这个，哎，这个是我第一个挑的，而且它感觉已经尘封已久了。哎，我跟你讲。他真的很久没有拿出来了。对，我刚刚一拿出来，他下面有点那个黏住，这也是买不到的，而且大多数台湾的 LV 客人不会有，你把它抱出来、哦。真的吗？好，我把它抱出来。对，哦、你看就像便当盒。对啊，很像那个日本的那个便当盒。对，我刚、哦、我收到的时候我也超讶异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 LV 融合东方文化做的那么好。开喽。哎、欸，它连外面这个包装都好美、哦，是不是？就是可以这样提着的一个便当盒。哦哦，它是这样子，你看帕印的礼盒、哦，你看这后面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它有给你很多张，对，它附了一些纸，这也太有质感了吧？对，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超讶异，对，它就是会送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嗯，最后一趴，应该是那个南瓜系列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、哦，你看有没有？因为草间弥生南瓜真的是太值得纪念了，超级可爱。对啊，因为他10年前村上隆那一个系列，后来草间弥生有合作过，但那10年，那今年2023年是下一个10年，对，那有没有下一个10年就真的很难说。举世同庆，也是南瓜。对对对对，你有注意到，他连他的五金都是南瓜。嗯，今天谢谢法比安，谢谢，很好玩。大家如果有喜欢什么的话，都可以底下留言给我们哦。那完美研究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